外婆有时候给你五角五角给你玩，然后就收集起来拿去干妈店买自己喜欢吃的零食，好像四块还五块连结在一起，然后那个纸一撕起来可乐造型的那种糖，非常爱吃这一块糖。记得那时候这样子一包好像是一两块钱吧，有时候就要买好几条嘛，然后就拿了一大把的五角去，然后就想说想要跟老板买，然后老板就算一算就说哎，你好像还差五角哦，老板就会人很好，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好就送你，觉得很有人情味。戒指糖啊吃完可以当戒指，就觉得一举多得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嘻哈。我们另外还会玩的一个，那是一种抽抽乐，抽一次真的就是不够，因为它就是一直会拿到明谢惠顾啊，然后所以你就是要一次就抽很多次，反正总之就是一直抽到明谢惠顾。那因为那时候很小，就才幼稚园，然后就大哭啊，老板就是三条线，然后说好好，那就送你一个礼物啦，那种水果造型的泡泡糖，然后里面有两颗那样，然后就是也还蛮满足的。干妈店就是一个第二个家，就是就甘心。